那今天最后一条路线在那个168 subfolder 里 ，MP root folder， 那个 V 卡是64GB， 8402 DVDH 什么什么，最后一条录像，保存了50条，这一条到，这是最后一条，今天的最后一条，这一条到02553是头一批25条，接着看。头一批25条录像到这里，02553，说明文字这样。然后我又存了另外一批，从最后从那个02552，但是那个方向，嗯哼，现在找不到底下的那个，哦，最后一条。02552，这是倒数第26条录像，然后呢，保存到上面，再倒数上去，一直到 MAQ02524，那这是倒数第50条录像。2019年2月14号，这里有序。